我们再继续做一些类似的题目。好啦，我告诉你，有个正二库仑放在电场，你也不要玩什么叫电场了哈。以后会讲到，以后会讲到磁场的时候，跟你讲什么叫场。然后呢，有个 A 点，然后这样，然后等速移动，啦，然后有做工啊什么之类的。那请问你差多少？基本上就是一等于 QV 嘛。Delta 1等于 Q Delta V 啊，请问你 BA 之间的电位差多少？又差多少？他也没有问你谁大谁小，就问你差多少。现在换女生对吗？分号有来吗？八号睡着了吗？八号睡着，我们就换一个。你不要睡，我会讲你的。二号，起来吧。你要告诉我你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你不管大小，带一连 QV 也可以做出来啊。二库仑在哪里？题目已经写给你正二库仑了。二库仑啊，他没有坐下。正确显示 Delta 1等于 Q Delta V。 不要讲话，不要讲话，然后就是告诉你十焦耳嘛，然后二 Delta V 嘛，我现在只要求 Delta V 嘛，就五伏特嘛，你算出来是负五，大小还是五伏特，只是说谁大谁小而已嘛。老师，你那个二库仑一些中文来，那变成另外一边 B 到 C 呢？它差几伏特 ？B 到 C 差几伏特？跟刚才完全一样嘛，没什么差别。来，有了，你刚刚讲的那个号码22。哎，你说我吗？22。来，你说 B、C 啊？对。十伏特，请坐。就两倍嘛，刚才五伏特两倍就十伏特嘛，代工是 B 搬到 C，EC 减 EB，VC 减 VB， 两库仑二十焦耳，所以相差十伏特就解决啦。然后下面说，假如我定 A 叫做零，假如我定 A 是零，那你刚才算出电位差对不对？那么 B 跟 C 的电位各多少？两个都告诉我，你把两个都告诉我 ，B 电位多少 ，C 电位多少？你前面已经算出来的电位差，你在前面算的电位差，现在我定 A 点是零，那它应该多少？你们班有14吗？没有。你们班一号也不见了。12号。也不见了。12号那也不见了。起立，你多少？五吧？谁是五？啊 ？B 是五 ，C 呢？15，请坐。B 是五伏特 ，C 是15伏特。电位嘛，已经，你可以拉回去原来的公式做一遍，也可以用刚才算出来的。啊，我的电位差多少？那我是零，那你多少？我们两个相差十，那我是零就是十嘛，就这样子。所以就这样做，再刚公式再带一遍，啊，就是五伏特。那同样同理就可以证明。但是你要注意哦，这是从 B 搬到 C， 虽然你带的是 VB， 刚才那个相差是相差十伏特，那我几伏特，你跟我差十，要注意那个起始点在哪里，从什么量开始算？这是从 B 点开始算 ，B 点按算出来是5了，所以呢算出来变成15，就解决了，这就是第三个。